Hello， 大家早晨啊，我阿姨，我阿开啊，我哋又嚟深圳啦，今日就去东门。系啊，我哋嚟做东门嘅老街食下嘢啊，同埋要做一件好重要嘅嘢，就系我要验我嘅眼啊。点解呢？因为我发觉我最近嘅眼睇嘢睇近嘢啊，有啲蒙，唔知点解啊。细嘅字啊，尤其是成日喺度问我点咩点要帮佢睇啊，咁咧就于是乎就上嚟验眼啦。出嚟驗眼就有朋友介紹話有一間平靚正，咁我哋就去睇驗下咯。係啊，佢話平靚正，然後係老街中咩啊？中威眼鏡城。中威眼鏡城，所以我哋而家就去。好啦，我哋去咯，出發。啊，唔記得講我哋係點交通點嚟嘅咧？嚟，請講。嗱，其實咧就好多方法可以嚟嘅，最緊要我哋記得係一號線嘅老街站出口。出口咧就好多人介紹唔同嘅出口 A、B、C、D 一路至到 K 之後都得嘅。咁基本上咧，我要希望我啲朋友咧，我哋啲朋友啊，能夠知清楚知道點出咧，我就選擇 D 出口嘅範圍。D 出口咧就因為如果係年紀大嘅行樓梯啊辛苦咧，佢有電梯直上，上嗰個商場喺個商場地面行出嚟，轉右手邊嗰條路一路直去啊！就是中威廣場，係啊，就是中威廣場啦。其實好近咋。係啊，咁我哋依家，我哋行咯，行咯，行咯 ，Go！ 東門丁美食街啊，呢度就係一望過嚟對面咧，一望過嚟右手邊呢邊啊，就係中威廣場。咁落下低一個牌下低就係電梯上去啦。可以搭手扶梯上嚟啊！上嚟之後你要搭到三樓先得嘅。係啊，再上啦。唔使住。可以上啦，可以打电梯哇！三楼就系眼镜城啦，配眼镜嘅朋友就嚟呢度啦。上完电梯右手边就系啦，原来一出咗电梯右手边呢间就系啦。我朋友就介绍呢间，咁我哋入去睇下啦。303，我哋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佢呢间铺嚟有好多种好多款嘅眼镜啊！这个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品牌，是齐娜端的一个价位，基本上都镜框的话，差不多在300块钱左右。太阳镜呢，有300和400左右的。连镜片就是镜框。嗱，我哋睇到佢好多陈列品喺度，呢啲系其中嘅镜架啦，系咪啊？哦，呢啲都系有牌子嘅。太多牌子啊，唔识拣。唔识拣啊，睇下啦。呢、這個小朋友嘅小朋友眼鏡，小朋友眼鏡，佢框都有賣喎，框都有賣啊，幾好喎！發現新大陸啊，見呢個 design 幾啱喎，即係圓一方啊，即係一個人有時又硬，有時又圓啊，係啊，做人要咁樣，有時方，有時圓啊嘛，有時就眼鏡啲，都嚇人啦，佢呢度都今日生意都幾好噶，嗯。揀眼鏡架啦，睇下啦。你都冇近視，冇近視都可以扮文青噶嘛？扮文青，哦、oh, ，OK。啊，清洗啊，更換一些配件啊，還有調焦眼鏡啊，都是免費的。哦，那麼就是我可以就這樣進來，你們都會幫他的了。會的，就是不論是說在我他幫不幫襯。没关系，还是有关系。没有，没关系。只要你的眼镜有任何的问题，到我们这边，不管是不是我们这边配的，我们都是免费的。啊、好，那么很好啊。即系话咧，就算你啊个眼镜啊戴紧个眼镜，如果有走位啊，即系个位置唔啱啦，呢度可能痛，呢度可能痛，总之唔舒服，可以嚟。佢哋幫你調配下嗰個位置，甚至清洗。靚女話免費嘅，免費㗎，哇，真係好啊！多謝你哋啊！我其實我們的總店是在上海的，因為上海有30多年，這個品牌都有30多年歷史了。嗱、哦，我哋而家嚟到配眼鏡啊，呢個老闆娘啊，佢話佢要幫我揀眼鏡啊，佢話佢要幫我，等下佢幫我驗眼。那驗眼之前咧，我哋要。
看一下这框子呢，我得要看看框心啊，买我们要选一下，要选一下镜框。那这边这么多镜框，我要怎么选呢？我是外行的，要根据你的脸型、面型，然后跟你的度数大小，我们选一个适合你的镜框。你哋咧就买高阶嘅产品多啦，咁高阶嘅牌子啊，咁有冇啲平啲嘅俾我啲朋友咧？有啊，我们性价比很好的这种啊，就是塑钢的哈，不变形，怎么压啊，平时我们做呀、踩呀都不会烂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不管是配近视、配老花，一套的话连镜架带镜框是128。128个底喎，连个咁样嘅。任你屈嘅咬喎，連埋鏡片喎。不過佢話只係近視單一啊，或者老花或者遠視就包鏡片128啦。咁我係咪配呢個？你要驗咗眼先啦，你咁心急做咩咧？这些牌子呢，就是钛金属的，也可以做。我们既看远又看近，渐进也好，单光也好，都 OK 的。这个也可以同那个做128。渐进都可以。渐进128不可以哈。单光。单光。渐进嘅就会贵啲啦，就睇个镜片啦。差不多在350蚊左右。好啊，嗱，老板娘啱啱讲咧，刚才嘅就系胶挂啦，依家咧就系钛。金属架，咁佢连埋啊，即系如果单一嘅，单一即系近视啊，或者远视或者老花咧，睇睇啦。咁呢个钛金属嚟嘅，咁呢个就系连埋镜咧，单一咧都可以做到128啦，连埋喎，连埋晒成套喎，或者好抵嘅钛金属，轻唔轻咧？好轻喎，好轻喎，不过就似啲含十八虎啦吓。你们有齐娜的牌子，还有什么牌子？还有莫森也是我们大陆比较知名的品牌，而且性价比也是很好的。那香港很多人配吗？对的，现在很多人就是说，比如就是说秦娜这种款式啊，我们原先戴的那种款式都中规中矩，现在这种款式呢戴的也很多。这个好像以前就有了。对，这个呢就是改进了一些镜腿和镜框的，它有设计有变化。不过现在市场是很流行是钛金属的优缺是什么？优点呢？钛金属首先不褪色，它超轻，这是它最大的优势。又轻又不褪色，能多戴几年嘛？这样。我想看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森啊？好，莫森，我们去看看。我们去啊，我们这里是这里边呢，就是我们莫森的品牌了。莫森，您试一下这款看看好不好？这个是今年比较对，这个是钛金属，钛金属金胶合成的，今年系列就比较新的。那那个佢话系后生款，后生款系最呢个文青哦，文青呢个揸杯咖啡啲咪似啊？啊，坐喺个太阳光下底。同埋呢款，佢話係而家。喂，呢個聽日揾請佢邊間學校爭教師啊？請佢啦，咁嘅樣啊，得噶啦。你哋嘅鏡片貴唔貴啊？鏡片不貴的，因為我們現在有進口的鏡片蔡司或豪雅。那就比如說我們漸進多焦點啊，比如我們現在這個年齡要配，既能看遠又能看近，要一副眼鏡就漸進多焦點啊。这种好蔡司的镜片嘛，对于我们来说啊，视野非常广啊。这个你看它这个看远看近的盲区会小一些，蔡司的镜片哈。就是因为蔡司出名，就是因为咁。蔡司的镜片呢，膜层高清高透，对于我们这个望远处啊和望近的清晰度非常高，是非常好的。原来咁嘅，我很有分几个系列啊，蔡司的系列渐渐有蓝光 D， 还有蓝光 3D， 还有 3DV 这几款，都很不错的。嗱，呢架鱼咧就开始验眼啦。好，对，下车坐稳。度下同佢同距，两眼之间的距离。哇，架子给先生戴上。因为做眼镜的时候也需要同距。其实我这个呢跟他刚才戴那个是不同的，因为我跟他不同呢，所以就要另外一个架了，根据老板娘说。好，向左向下右上左。 OK， 好嘢哦。现在是验远视啊，反正远视都 OK 的。他说我有小小的散光，这边上面。那现在验我有没有老花啊？真的
我们拿着这个小的视力表，我们这边能看清吗？睇到吗？睇唔到，完全睇唔到。哇，真系好睇到，睇到边上面。好忙啊！右边啊，你睇咁细个字边用睇到啊？左眼好像真的，左眼严重一点。左眼有125度的近视，有50度的散光；右眼呢有加了50度的近视，75度的散光。那我哋验完眼啦，而家哇，好似千度近视咁样。而家我就啱啱嗰个靓女佢同我讲，我就呢度就深啲咯。我个左眼175，右眼有散光，同埋几多度我唔记得啦。总之佢话等话要配咯。我呢个系125，125近视。竟然有近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唔觉啊！啊，50度散光，50度散光，左眼系咯，哦，右眼50度近视，75度散光，50度近视，75度散光。哇，呢个高啲啊！两个差相差75度，因为这边低，哦，这边高，哦，就是我们用眼的姿势不正确。啊，还有老花呢？啊，老花是150度。150度，但是因为我近视125抵消了，所以就觉得自己怪不得啦，你的眼觉得自己是千里眼，怪不得啦，他的眼我都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没有老花，原来你是抵消了。所以做人最重要就是懂得怎样去卸力嘛，抵消了他，抵消了就没事了，是吧？那他们这里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啊？这里营业时间是刚刚讲10点至10点啊。是啊，他们没有假期，啊，没有假期，哦，他还辛苦过我，我也算辛苦，以为自己怎知他们还辛苦10至10。现在帮我选一些眼镜框，看我适合什么样的眼镜框。哦，这一种圆形的。这个好轻哦，这个。喂，靓不靓仔啊？靓仔是梗系无份啦，自己知自己事。咁啊，不过都不会太曳啊，系嘛？这个是渐变色，渐变色，上深下浅，渐变色，渐变色。这个蛮好看的耶。这个会显秀气一些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，我觉得。这个就是川久保玲的架子啊，镜架包括一副镜片，那就是全视线啊，有阳光有紫外线的时候它会变色，是288。哦，你这个288钛金属哈，钛金属。那我的呢？你是这个呢，因为它单纯就是我们禁用的时候需要啊。这个呢，镜架加上镜片的话，我们就238。啊，镜架加镜片238。这是品牌的镜框哈。那我刚刚拣咗啊，呢个，那呢个我的镜框啊，系日本牌子嚟噶。那川久保玲，川久保玲，我配的镜片呢，我是老花加散光的，所以我的价钱是238。那阿开的，阿开你的是几钱？我这个钛金属架，咁咧就钛金属架咧，连埋我的镜片就是近视，防 UV， 同埋防 UV 咧变咗系即系变色镜啦，啊，同埋防蓝光的，288，好意头啊，288啊。都平喎，288啫。未，而家仲未揀嗰個鏡片啦，佢等下佢可以幫我哋整啦。嗱，我哋而家等緊眼鏡啊。嗱，啱啱同視頭部傾下偈。係啦，咁佢就話喎，如果我哋自己嘅 fans 啊，即係我哋呢個我哋自己嘅阿 U channel 嘅 fans 嚟咧，只要話我哋阿 U channel 話阿魚阿開咁就得噶啦。咁佢有特別嘅優惠喎，係啊，佢可以俾你特別優惠，所以大家快啲嚟呢度配眼鏡、驗眼，嚟啦嚟啦，係啊，快啲嚟啦，快啲嚟啦，嚟啦嚟啦，行，好啦，好啦好啦，帶嚟睇下你 ，thank you， 你都好啦，你睇下睇下呢個靚仔先，哇，好清楚喎，係喎，我淨係掛住影啫喎，都冇。視野清唔清楚？好清楚喎，嗰個 C Kevin Klein 都睇到啊，很清楚哎，真的哇！咁我 A 色有防藍光的嘛？那我打電腦的時候就沒有什麼防藍光，然後我把這個變一下顏色。你嘅要睇遠先睇到，係因為近視鏡嚟噶嘛。我啊自己啊會取意喎，我戴個近視鏡走嚟睇近咧，就變咗老花啦，係咪啊？因為我近視係抵消老花噶嘛，咁所以咧我係應該咧
就睇遠嘅。睇遠。睇近係唔使戴嘅，我睇近因為我抵消咗嘛。咁我同佢相反。我就係奇怪，我一戴咗，點解我睇近嘅會有少少反為唔好咧咁？我啱啱相反啊！我戴我係老花嘛，所以而家我睇而家呢個 cam 啊，好清楚。嗯。我如果唔戴眼鏡咧，就朦朦地。哇！而家真係清楚好多，好清楚，真係好啊！哎呀，真係多謝你啊，幫到我。好輕喎！我一向咧都唔係好中意戴眼鏡嘅，因為覺得係一個負擔嚟嘅。咁但係呢個咧就好輕，戴上去都唔係好覺嘅。咁我依家睇遠嘢清楚啦。咁我平時點保養我嘅眼鏡？用洗潔精在鏡片上打圈打圈，裡面打圈，然後沖的時候要用冷水沖哦。這樣洗或這樣洗，不要這樣洗哦，不要這樣洗，要這樣沖。這個水流進去呢，慢慢的話它會長綠色，會很難堪啊。我們就這樣洗或這樣沖啊，用冷水沖哦。哦，好好好。哦。我以前都怎麼沖哦？都搞不见面颜色，近视散光加见面，加防蓝光。耶，咁啊日头揸车又好啦。对啊，你咁样都好喎。啊，你咁样去旅行。你变成太阳镜喎。哦，望远嘢好啦。望远唔好盲近啦。佢啊，梗系想我啦。隔篱同车嗰啲啊，旅游巴嗰啲靓女，我都望唔到啦，近嘅。咁先要戴住就系嘛。咁先好。望远嗰啲喺街行嗰啲啊，又唔好望啦佢。诶，那佢什么时候他会？等一下就变回来。等一下就会变回来了。咁啊，两用啊。啱曬啊！去旅行啦，去旅行啦！嗱，呢間眼鏡鋪都唔錯噶，大家如果有嚟到中威眼鏡城，咁啊嚟茂昌啊！係啊，首扶梯一雙三樓，首扶梯一雙嚟，右手邊就望到啦。係啊，好大間嘅，嗱呢度嘅工作人員都好好噶，好 nice， 佢都好細心嘅，幫你解決你嘅問題嘅，所以抵賺。仲有啊，你入嚟驗眼唔啱。唔配都冇所謂嘅，啊，免費服務啊，同埋你要調校你眼鏡嘅鬆緊度啊、位置啊嗰啲都可以噶。滿唔滿意啊你？滿意，我都好滿意，梗係滿意啦。好啦，我哋去俾錢。$288就抵啊，真係。你$288喺香港過千噶嘛？我$238咋，你看好靚哦。過千噶，太金屬喎。好啦，我哋去俾錢啦。好啊。我哋去俾錢啦，俾錢啦。嗱，佢點俾錢咧？佢支付方面咧，佢話根據佢哋咧就係可以微信啦、支付寶啦，甚至掃我哋嘅碼都得嘅。香港支付寶都可以啊，香港支付寶都可以嘅。香港支付寶都得。香港支付寶啊。然後還有銀聯那些信用卡都可以刷。如果你嘅 credit card 有銀聯嘅就 OK 嘅。嗱，而家我哋用眼鏡啦，而家揀眼鏡盒，嗱呢幾個。嗱，咁我哋仲可以揀喎，你要咩色啊？我要粉紅色。咁我要呢個啦，啊一對啊。好啊好啊。啊，咁就知啦。雙鏡合璧。這個是什麼？洗鏡片啊，清洗鏡片，沒有流水，不方便用流水洗。啊啊啊！這樣噴一噴就洗。呢個洗眼鏡嘅。哎。这个是他们的眼镜布，也送我们一份。对，好。哇，眼镜布好好睇喎，好靓喎。咦，质地好。哇，都好高级喎，觉得质地。嗯。你包埋佢啦。好，包埋。